所以它相当于是在就是能哦，大家看这一片，哦，嗯。但是现在这个电价涨起来了，我估计可能就差不多持平。接回来了。了啊，买了小糖果啊，嗯，没有糖的糖，没有糖的糖，因为我妹妹睡着了。这个地方没有东西。我刚才给勇哥打了个电话啊，让嫂子一会儿给我们看一下他们家的太阳能板。好了，我们到了我们朋友家，瘦了，跟着我们的朋友看，了解一下这个太阳能发电这一块儿，因为我们家没有装这个嘛，然后看看，因为最近这不是电啊气啊都上涨了吗？价格是吧？跟着进去看看，太冷了。哦，这里这个窗户也是太阳能的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我们家都是我来这个的，这个就是跟着当时我们嗯，就是一共包带的时候，它就一体式给你换了。哦，就这样的，跟着这个窗是在一起的。对，它就是电动的那个，它这样就不需要连外面的荷叶，嗯，对，往上。基本上这一个太阳能板的这个板子就能足以，就是这一个门窗的这个升降。哦，就不用牵电线。嗯，看看后面。我看这个挺，就是成本挺高的呢，那个20平太阳能得7000-8000欧元呢，按这个它的造价。嗯，然后他记得他刚才说完，他按这个好像花了2-3万欧元哦。你这个面积比较大是吧？对，我们这边是朝南的，所以它相当于是在哦，大家看这一片，哦，嗯，哎，这面积也不是很大吧？我感觉也不是很大，反正我记得他当时说差不多安了能有个2-3万，也可能他多跟我说那个哦。那现在就是太阳光照时间，它就是按照你光照发电哦。然后一般太阳能，我听说是有两种嘛，一种是你只是发电，哦，发电以后它这个装了一个系统，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啊，哦，它就直接把这个电卖给电网了，然后相当于它你自己并不使用它，然后它是按照你当时跟它签的那个合同的每一度电的那个价格。你产生了多少电就卖给他哦，这样哦。我们家就是第一种，就你自己先用吗？我现在自己不用它，因为我家没有那个 system，哦，就是没有自己去跟风内的哦使用的那个哦，就只是发电，发电给电网，对，对，哦，就是，这样哦，你就是自己发电卖给电网，这样你用的时候，你的卖价和买价是不一样的哦，这样哦，就是你卖价就这样，嗯，就是那个价格。价格是你当时跟那个电网谈卖出去的那个价格，他可能给你批次3年，大约一年得有多少收入的电？差不多2000多欧元吧。哦，当年的时候是比我用电还贵卖的。哦，虽然你买电便宜，卖出去反倒贵。贵哦，这样哇，哦。但是现在这个电价涨起来了，我估计可能就差不多。哦，就差不多持平了，哦，那就相当于你自己给自己供电了，相当于就是。对，其实就是这个钱买下来，嗯，你相当于可以应付你整个家一年差不多这个水电的费用。哦。但是我们就好在，因为我们买来它已经安好了嘛，我们就没有付这个安装费。对，没错，是。安装费你可能还需要个几年才能把它折旧，嗯。折旧。对对。说是2-3万，反正我好像打听出来的价格也差不多，对，我看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格。然后还有一种系统，就是你又可以发电卖，你又可以自己用，哦，那个可能那个就是那个量就不一样啊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安装电到你的电网上，可能这个安装费用要稍微高一点啊，嗯，因为我记得我同事家有安那种，就是你可以看你这个多少，然后你用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灯显示，哦，然后你不用它在储电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，哦 ，OK。然后你用不完的你可以再卖，它那个是那种。我看周边的房子好像就你家这边安了哈，其他的都没有安，我感觉他首先都没有看见过，嗯，对，首先你这边朝向朝正南的房子比较少哦，因为它一定要一个大面积，正南，你看咱家房子就是坐北朝南，那可以啊，正南，那你看你上面有没有地方给可以对对，嗯，和你的朝向一样的，对，嗯，那就蛮好的，嗯，可以减税，哦，这个也可以减税啊，安装费用，减了税以后可能花个几年6-7年就可以，对，就它有一个可以去安装，可以研究一下，是吧？对，嗯，嗯，
我记得是不是碎木屑的，不是那种壁炉。壁炉，对。我们壁炉有的，家里也有。壁炉是那种烧木头的。对，木头，我们家有。但是木头你得自己弄一堆储存啊，弄了一堆啊，就万一防止万一有任何问题。我们买的那个碎木屑的，我都抢了，排队抢都没有，十个托盘一个小时没了，乐慌没了。我们是找了一个公司给我们运过来，就是那种大木头。哦，那个什么价格一般？弄的，我不太清楚。反正我们那个是15公斤是9块钱，15公斤9块钱一袋儿。嗯。啊，我的天，也不像一袋块，3倍啊。但那个反正我们家搞过一次，就是上热很快，家没有木头的那个热度马上就下去了啊，它就不如那个烧柴是吧？它也不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觉得它就上热很快啊。但是你要是一旦没关了就关了，就马上没有热量了，就是没有那种长久的感觉。它更多可能是装饰的做。他们家其实事实上以前一直在用这个壁炉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来以后就觉得很冷，就家里面很凉，太冷啊。然后我们就换了窗，结果一换窗以后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ecology 还是真的挺，就是吧，挺重要的哦。就是隔暖，就这个窗户一换啊，马上屋子里面就很暖和，都再也没用。因为太阳能晒进去，不是太阳能，就是它屋子里面自己的那个暖气啊，然后这个热量出不来，你冬天安就是窗户，它密封性质比较好。啊，以前是单窗的那种，它也不是单窗，它是很古老的双。哦 ，OK。像你新的这种，它是它的那种。哦，这种新的，嗯，就特别好。对，它也节能，嗯，也节能，对，嗯，节能环保。我就当时就纳闷，就是前房东在这住这么多年，他就没想过要把那窗户关一下吗？就是重新做一下窗户。对呀，嗯。他就马上屋子里温度就不一样。你看这个也是，嗯，也管用，对。对，伊索拉窗很管用。我们那个是有伊泽拉斯用吗？那个13年应该有，嗯，是。但是他那个窗户，我记得我以前那个老家，13年的房子还行。我那个老家，就是我后来就发现那个窗户老行，也不行，有点漏风。漏风，对，嗯。尽管也是很新的那种窗，但是它相当于是年纪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床跟现在还是不一样。这个一安上就是一 family， 就是你觉得基本上不进房，对，密封性很好，嗯。所以我们这个窗户当时安的觉得蛮好，本来当时说哇这么大个家，到冬天那么冷的时候，是不是要马上就一直要烤？因为他们家说经常他们家一直烤。然后我们刚买房的时候进来，确实觉得那个冷冷的，有壁炉行了，嗯。对，结果后来我一看，壁炉根本用不上。好了，我们了解完情况了，谢谢我们这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过来了解一下，因为毕竟现在冬天马上就来了嘛，在这边法国的所有的电器成本都增高了，所以也是过来跟嫂子了解一下，这样我们回去再商量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彻底回中国。哦，还有这打算。所以我们因为这边成本太高了，毕竟我们旅游的行业又不行嘛，现在不是说要不提大不提小货，对，但是你坚持不了了，坚持不住了，所以我们在想别的办法啊，要不然就去非洲了。对，嗯，我们要换，先研究一下，换嗯，研究一下，研究好吗？嗯，谢谢嫂子，我们今天到这儿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吃完饭饭他们一起玩呢，是吧？妈妈教给他们这是什么东西？Ça c'est quoi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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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âteur. Bravo! Ça c'est quoi? Mâteau. Bravo! Yo, 法语可以了，我们这二宝可以了。Pizza. Bravo! Ça c'est quoi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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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uoi, c'est quoi? Ça c'est quoi? 用中文可以说，法语。电视。Télévision. Télévision. Bravo. 大宝。咋样你今天学校还行吗？大家好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杂技。Basket. Basket. Basket.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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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决定了吗？我们到底去哪里？还在考虑。不知道。行了。嗯，厉害！哎呦呵，哥哥戴眼镜真漂亮。来，蕾蕾唱。啊，蕾蕾戴一个。哇！好漂亮。那哥哥也戴，哥哥也戴。哦。哇！啊，哥哥也帅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好想要。许多。啊，妹妹想要啊，啊啊啊，哈哈哈，张着个嘴呢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漂亮啊，小妞妞，哎呀，你看他都不动了，你看你看，伸手不动，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嘿，小妞妞，啊，姐姐奥巴，掉下来了，姐姐奥巴。She's only perfect, she's not the type to go play a part. She can't kill the whole life, and just like Mike Tyson, now I'm kissing stars. 关注我们杨米家。